那时候突然想起之前在那个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也有唱过这首歌，然后顺便宣传一下好了，最近那个台湾的魔王结束之后，现在有一个新的节目，我没有参加，但是我有看到他们新的节目，就是今天晚上有首播，叫做《全能歌手》，有人还有在看吗？就是也可以在线上看那个明视的每周六晚上8点的《全能歌手》节目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。重点是因为我昨天在滑那个这个 IG 的时候，发现他们为了宣传节目，也是整个团队，包括瓜哥，还有目前幕后的团队，大家都到街头拿着那个宣传板在宣传节目，我就觉得心里很感动。想想看，瓜哥这种资深的前辈，愿意为了节目到街头直接开始宣传，我就觉得哇，非常非常的敬佩瓜哥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这个新的节目，在这个明视每周六晚上8点，然后在那个YouTube 到时候应该也可以看直播，谢谢，叫做全能歌手，然后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，OK， 谢谢，好，感谢，谢谢。接下来要唱一下这个字字句句，哎，快快不见了，刚刚那个点线，好，那我先唱了字字句句，这是一首。很无能为力的歌，很无能为力，就是，我觉得他的歌词有点在像是写着，你明明知道你喜欢的那个人不喜欢你，但是你还是很愿意，就是一直为他付出，即使你知道，你可能没有结果也不可能这样。然后这首歌唱的角度很特别，我觉得他的歌的形容角度像是这个朋友在看他的朋友为了一段爱情。一股脑的付出，这样没有回报的那种，所以你们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你身边的这个为爱牺牲自己的人。好，来听一下字字句句，蛮喜欢的，来点掌声好吗？谢谢。那走下去。在这边抓宝可梦，你抓到吗？那关于绝口不提，是否断着爱不能，只在我的分不清，那是问题。我记得你是空欢喜，听到被谁疯传作戏，于是你的委屈却无从说起。句句都是我愿意，但一句寂寞是否都回应，却激动不已，怕字字回避成话题，你傻傻热情的接近，伤疤的手正是为了他，是因为他迷失了自己。绝口不提，他是否断肠爱过你，爱去怎如烈分不清，那是个梦底。我记若你是空欢喜，听他对谁逢场作戏，可是你的委屈却无从说起，他字字未提醒句句都是我愿意，但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应，却激动不已，怕字字回避成话题，你傻傻热情的接近，伤疤的手就是为了他，是因为他迷失了自己，怕字字未提醒句句都是我愿意，但一句寂寞时候的回忆，却激动不已，怕字字回避成话题，
像热情的贴近你，穿过多少城市为了他，是因为他你是自己。你说你爱他和他没关系，送给大家字字句句，谢谢。今天这么难得。